大家好，我是顾彪胖子，我又来了。刚才找人去问一下这个盒子怎么开，他们也没有很好的方法，好像是砸开的那种，就是啪啪啪把它砸开，啪开之后就这个东西会自然而然的一种分开嘛，就是状态。我感觉这个方式可能不大好搞，我们还是用这个老虎钳把它搞开来吧，还是用老虎钳。Ain't like no one you met before. I'm running for the front when they're all running for the door. And I won't sit down, won't back out. You can't ever shut me up, 'cause I'm on a mission and I won't quit now. In a world for the followers, I'll be a leader. In a world for the doubters, I'll be a believer. I'm stepping out without a hesitation.非常完美，这个也很完美。这个老的文德盒子也是可以的啊。这个的话，因为我们确定这个厂保有是买的比较早以前的，所以呢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打开。啊，就是整体是一个相对比较胜利的一个果实了吧，算很少了，不少。啊，这个也不错，也是一个。非常不错的当时，啊，这两个当时都很不错，非常漂亮，啊，特别这一个，这状态更好。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当时的声音。哦，难得啊，难得没有翻车，其实就非常少见了。文德翻车的真的啊，这个呢，因为这个粉丝是这个东西，我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时候买的，是好几年前，就是文德最火的那段时间，他超越公博的那段时间的盒子啊，就是号称了超越公博的时候，刚刚推出这个盒子的时候打的，就方盒的时候出来的，就刚刚推出方盒的时候，还是最火最火的时候啊出的文德的盒子。啊，这里还是被我的那个东西还是有点插到，啊，有点太可惜了，弄了两个小划痕，啊，有点可惜，问题不大，整体问题不大。啊，一枚是这个，是这个，都是非常完美的铅笔。啊，文德的也是完美的，然后这枚公博的也是完美的，最后拆盒两个都没有失望啊！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顾彪胖子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没有量尺寸啊，量一下尺寸给大家看一下，32.3，32.2，正面状态，背面状态。非常漂亮，这里有一点点是我刚才应该是我的那个手伸进去的时候擦了一下，这个也是好的啊，这个状态也很不错，也量一下它的尺寸，31.7啊，不是特别圆。行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正式结束，拜拜。